三个，三个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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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塔吗？哇，二塔，他们的一塔，啊，没有啊，你们怎么不赔二零？他二塔，没有，有了，一点八，我在一点八，不是一塔吗？一点八，不会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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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我们大家都迷路了，是不是？迷路是不是？你们走错了啦，哎，这边回来不，这边回来不行，回来不行，回来不行，好好好，回去不行，走走走。二零一点八应该可以哈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目前还蛮血啊，哇，他们弓箭了，他们弓箭了，哎哎哎，有有，我站我站我站，好好好，哇，你好猛哦，第一塔就可以站塔，他们可以升级吗？他升级只能升一次，就是衣服普通的再往上升，就一次就没了，对，剩下就是买技能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有，那个我要挑战他们的一塔。 好好好，那小雨，我们等下就出去站我们家附近。哎，可是其实分数快到了，应该是来不及。他们可能就是站塔不打了啦。对啊，我站塔了。应该没人来阻止我吧？他们有两个回家咯，从三塔走回家了。他们像无视我。他们无视我。看用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嗯，我也不知道。阻挡感知是什么？阻挡感知是什么？他们没办法看我们吗？ 不知道，可能是失明吧。哦，有可能。啊，对，就是砖头哎，想起来，然后繁星拿的。来这边。哇！哎，血色蝙蝠召唤是就我的身边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它好像是爆炸效果，刚刚有召唤过一次，它就嘣一下。所以是，就是只有召唤的人有，没有其他的没。 嘿，哎，三塔快没了，二零在哪？有有，我现在要跟小雨。哦，我在站二塔。好好好，我在站我们的二塔。好。对，我跟小雨在三塔了。有在站了，在站了，在站了。哦，有人用跳刺了。他记吧，他记在飞，他记在飞。他看到我就怕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他要回我们的塔。嗯，我们那个塔刚站没多久，一塔刚站而已。一塔刚站，不要急，我回去。 哎，去他们的一塔，我们去，我站到站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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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好好，那我们回去巡视，我们回去巡视。我们的二塔，我们的二塔，一塔没人，哇，那应该就被他占走了。我站，有了有了，一点八一点八一点八，开始挥挥挥起来挥起来。好了跑了跑了跑了，他跑了他跑了他跑了一点八，哇，好，这边这边差不多快结束了，这边快。哇哇哇哇，他怎么会回来？哇，吓死谁啊？等下会有血色蝙蝠，不用怕。 啊！不知道是Q出去还是按右键啦。来来来来，是按右键吗？啊！哎，丢了丢了丢了！哦，是血蝙蝠召唤成功。哎，他们的二塔，他们的二塔。好了好好好，我刚看一只东西飞过去。他们三个人在外面，我们应该可以走吧？走吧。好，走走走，我在家里来回站。走走走，我们家他们家。哦，家他们好。来来来来来。跟上，我要得到巧克力了，跟上。有效果了，冲冲冲冲冲。 哇哇哇！刚刚我就怕了，噎到。有在跟小，我在跟在小后面。然后他出来了，快点！绕后绕后绕后答对，是。来了来了来，好，那我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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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分数，我来回。这个分数，哇，这个分数好像有望呢，有望有望。音乐分数，音乐给我分数。 音乐给我分数，音乐给我分数，音乐给我，给我，好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怎么走路？我们去他们。看到他鸡在飞，他鸡在飞，我们家里要。他就飞去我们家，他飞去我们家了，走走走，前面前面前面等他。还要来我这里啊？看到我。二塔，他们二塔，他们二塔，给我分数，他鸡给我分数吧。有有，给我分数，还给我分数，他现在。好，可以可以，飞行的分数。等一下，让我会 A yes。 哈哈哈！哈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好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好，我们家那边的二塔的钢站吗？还是他们家？等一下看一下。我在我们家一塔二塔来回切换。哦，那我们家我们就不去了。对对对，没有关系，来四个人都没问题。血又回满了，这游戏做坏了，二塔二塔。复活祭坛是哪里？复活祭坛，我们的二塔，我们的二塔，我们的二塔。 哎呦，没有没有，我们的三塔现在是空的。哎，对，三塔那个。哎，二塔有没有？哦，有有有，哈基哈基。有一个飞机飞的，小雨后面，飞机飞回去。走走走走走走，站起来站起来。站起来。他们二塔二十秒。对，二塔二十秒。哎，
有有有，哎、欸，这很刺激哎，不是3000分吗？嗯，对啊。有，我站了。哇哇，还是有种下呀、啊！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好，好来来来，来，我们回去那个上班塔。下呀！还有怕了。啊，这个分数太紧张了。哎、欸，他们来，他们一塔二塔，我在这边厮杀。我们要去塔，我们要去塔。走走走走。他们加，他们加，他接下来了，他接下来了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。把他打起来，1.8，1.8，1.8，抓住，打他，打我的头前，赢了，哇，哇，哇塞，吸血鬼坏掉了啦，吸血鬼太夸张了，居然坏掉了，我拉他们，我拉他们，我拉他们，我们大反超哎、欸，太扯了，超扯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平衡性真的太强了，真的，吸血鬼太强了啦，我跟你讲，又再度发生了一件事情，201-3。我是觉得啊，皮革装是正常，可是他把第二阶段皮革装调太强。对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刚刚我刚刚我叫小雨跟团团去支援那个20，结果他们两个走错边，就靠20一个人。不需要不需要，20不需要有人支援。不需要不需要。他血没有低 boss 低耶，他一个人啊，他血没有低 boss 低耶，他还把塔占了，最后大家都1.8，当时还中毒。在做图、yeah. 对啊，我刚刚丢日炎啊也没用啊。我都把繁星射成刺猬了，他还是蛮血啊，可怕、啊。我快死了，然后巧克力关了救魔了。摸一下马上回。有人说天使要使用技能，可是技能就是一次性，没差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没差。攻击太低，你们来玩就知道了。他们因为他们说有那什么神才之锤发动，啊不是十秒，那个一个45块，那个很贵耶、欸，消耗品耶、欸。45块的同学就杀掉一个人，然后还有人就没了。就算四个人都给你杀，好不好？你这样赚多少？4×4=32块啊。永久币还可以，但是它是一次性，就真的是。哦，对啊。啊，有人说好，观众要教我们天使怎么玩。来来来，哦，观众要教，来来来来来。观众来来来，真的真的，观众天使精了，需要观众来提拔我们。哎，观众都是我们不会玩，我们烂透了。真的真的。还让机器人逆转？我没有看透这个游戏。我们对，来来来。哎，地图，你地图要重开啊，因为箱子东西不是还会存着吗？哦，对对对，要重开什么？我们要重新学习。这样，其实还好，我们飞过去把箱子清空就好了。啊，对哦，哦也是可以。哦，那得进。我到后期再飞来飞去，都爆你们一二塔，那轮流，那20都已经算好时间，一二塔在炸。对啊，我算好时间，站完冲回去。要站完走过去就刚好了，跟我们刚刚音乐，刚刚我们是两轮流这样。前期已经先换工拿一下超级，嗯，前面是真的就打很多，对，只要你们有人满装就打不赢。嗯，而且哈基，我刚刚不是说我不玩了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追你追到一半，我们的天使、我们的那个吸鬼真主又跑掉了，我又突然没办法，追不到，超然后好不容易追到，又砍到快没血，他又跑掉了，我又不玩了啦。迷路的真主，我从头到尾迷路。气死！东西是要最高级，我刚武器跟弓都是最高级了。对啊，巧克力最高级了呢。武器跟繁星平砍，平砍完之后，他只扣6滴血。对啊，我觉得钢铁皮革真的太强了。我的弓是，我跟影月把那个繁星射的这个包，嗯，我觉得弓箭如果就是他们伤害可以高，就是大概就可以砍大概4加击退吧，加击退，然后加。如果跟那个伤害是8滴血就差不多，就是比刚两滴只有扣两颗星，真的太强，因为砍一下就回来了、啊。没关系，观众教我们玩。观众场，加个击退一下，可以的。先让观众进来。击退二吧，击退一有点，因为真的吸血鬼的特点，如果硬要真的用吸血的话，你就要让天使能够避战，就一直用击退给人家。对，或是你就是要那个攻击要稍微高一点，因为他们一打就回来了，那就表示等于是说。完全没有办法，伤害出不来，伤害出不来啊！不然天使变成蛇好了，那个打一下会这样，会中毒，会持续伤害吗？最后这个1.9就变1.8，哈哈哈哈哈！没事，腾腾腾麦，腾腾好这一直断哎，对，腾腾刚讲话就是跳太高了，等一下就会那个，所以等下就会。哈哈哈哈哈！这重要的都没讲出来。哦，你学的好像哦。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网络在霸凌我。
四楼的网路，我觉得其他人对啊，你们其他都没事。四楼边间的网路，哎、欸，我没事，我没事哦，我也没事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是因为你有冷气。因为他冷气。抓到了！你用人气牺牲召唤了网路吗？啊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啊，没有，只有 DC 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还好，还好。因为有观众想教我怎么玩，你说天使吗？对啊，哇，真好，这边没有观众教，太乖了。真好，我这边也没有。太乖了，太乖了。我们这边只有就是说一点八起来，然后在那边笑这样。对啊，快点一点八，一直打法，就是打他一点八，打他。哎，而且那个斧头根本就赶路用的啊。这斧头我没买，我有买啊，它就是加跑速，然后减八十。加 20% 跑速，然后减 80% 攻击速度。哦，所以就那个跑、对啊，赶路啊。你们25块直接换一个可以加 20% 的，我们的攻要花13再加多少？ 25 哦。嗯。30几才可以变20%。哇。你们有一把 10% 的。可是，哦，可是我。对啊，13块 10%。那把不能拿来打。对啊。对啊。13块 10% 了，还在加25块才能变 20%。莫怪我追不上。哎、欸，赶快补起来，赶快补起来！不是有观众场，已经补了，已经补了。哦哦哦哦，我站在这边。所以我们等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从上面进去，因为你们 1.8 是可以吸血，可是我们 1.8 伤害只有一颗星，就差很多啊。嗯，不到一颗星，半颗不到吧？不到半颗、欸。这边不能让他们跑酷哎、欸。他们有跑啊，可是就是想办法不让他们跑起来。没有、啊，这里堵起来就好了。有了，堵高高，先关门。他们进来，障碍赛，想进来吗？来，慢慢走进来吧。然后就到十点还没进来，破坏哦。外面可以哦，可以。哎、欸，哦对，里面不行，里面不行，外面可以。啊、哦，外面可以啊、哦，外面可以，是可以、哦。我刚刚可以耶，就是我刚刚有去打输。嗯，你们现在撑。切创造的话，应该只要再切生存应该可以啊。你现在里面是不行，他进来不知道是什么模式、啊。嗯，我刚刚第一次进来好像是生存。嗯，你切创造也没用啊。没有、啊，他说天使怎么赢，切创造就好。那你还要玩游戏吗？对呀、啊。就跟你哇，哎、欸，打吃鸡怎么赢，开外挂就可以赢啊。什么意思？你一个人玩就赢了啊？不一定，跟别人玩。吃鸡你要买很贵的外挂才能。对，贵的功能，挂比人家便宜还打不赢。因为你遇到更高级的神仙。真的？你在干嘛？你就是进去，你就是土地公，人家是玉皇大帝，那没办法。土地公难怪会落地成盒，真的都是神仙，可是这个等级差太多了。差异了。他记在干什么啊？神界是有等级的。准备来了，哇，这蜘蛛王怎样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哦，他在拖延时间。开门，开门。看有没有好奇要踩啊？好，想进来吗？可以啊，就是慢慢走进来啊。想玩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坐着，你上去了。坐着，清零，指导我们天使如何玩。真的？可以下标题了。这玩起来超强，真的是我们菜比吧？对，搞不好真的是这样子。就作者要教我们怎么玩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这群人在嘴，嗯。那凭什么？明明没问题，哎、欸，作者来教我玩，哎、欸。哦。但他们一样八打十哦，所以很刺激哦。嗯。哦。